没想到你一个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电机工程专业毕业的人，武功居然这么好。你怎么知道我哪儿毕业？我看过你的档案啊。看过我的档案？对啊，在哪儿？军门的书房里啊。 你说真的？骗你的，假的。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有时候一句谎话，也会让人毛骨悚然？那个林大哥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 你别生气呀！逗你，没有幽默感。知道这个菜叫什么名吗？叫什么？改邪归正。